恰逢今日满月，心情不错。劝你现在原路返回，我便不再与你计较。晚辈有事要借过此地，绝无他意。望前辈给个方便。敢和我讨价还价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 恰逢今劝你先，晚辈有事，望前辈给个方便。敢和我讨价还价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 Thank you.
条该死的龙，可有些年头没见到咱们兽族同类了。果然月圆是个开心的日子。兽族同类，前辈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你体内拥有的是什么力量？不知道，不过听前辈这么说，我倒是想起师父似乎在谋划什么关于我的事情。那人很可能是盯上你体内这股力量了，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根本不可能成功，除非他有逆天的本事。真是愚蠢的人类。前辈能否明示？不说了不说了，趁着今天碰到同族心情不错，我要回去睡个好觉了。恳请前辈明示。如今真正的兽族已经不多了，你多保重吧，尤其是别被那该死的龙发现。前辈，往前走吧，以后这狐族领地你来去自由。我这体内究竟是有着什么东西呢？这九尾狐也不说个清楚。唉，先不管这些了，继续赶路吧。哥哥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。